近日，划水教练们在网络上分享了在台风后积水处划水的影片。影片中显示，由于凯米台风的影响，文溪水位暴涨，积水严重，所以教练们决定出门开着车到附近淹水处划水。划水的动作虽然看似有趣，但引发了广大网友对安全的担忧。大家都淹水，就你淹得最好玩。在道路上行驶没戴安全帽会被开罚吗？虽说苦中作乐很好，但是那水真的超级脏。路面滑行属危险动作，可能导致严重的意外受伤。台风过后应该注重安全，不应冒险进行此类活动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。